我哋现在开会。市政处听市民嘅意见，解决咗去完厕所冇厕纸嘅民生乱象。不如唔做轻轨，将嗰啲钱分俾搭车啲市民。冇得弹，非常之好，做得世间罕见，难度最高。终止职务28票。第六届立法会会期啱啱结束，澳门有线电视一连两星期将会从4年大事记通过法案以及33位议员的文本，带大家一一回顾这1400日以来发生过的大小事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，敬请锁定澳门有线电视立会事件簿。请各位发表意见。